当然在身上刺男女友名字的大概都会后悔，你刺青刺了就是一辈子的事情，妈的都可以离婚了 还敢刺啊，真的看你怎么弄掉，一生只爱某某某，看那个真的是他那种刺青店不是都会帮他挡掉啊，比较有水准就都直接不刺了，他几乎保证他以后一定会后悔，有些比较有良心的店家会直接帮他刺，所以愿意帮你刺的店家就要慎重考虑，他可能只是要你的钱。今天要来开箱这个，今天开箱这个在日本亚马逊买的 Free Hand Ink 刺青墨水啊，它是维持8到10天啊，你大概刺了一个小时就可以先洗掉，大概过24小时刺青就会浮现在你的皮肤上，然后我们刚刚有稍微练习了一下，然后表弟现在要先来要先来刺一点，我们现在试个笑脸长什么样子，那我问你等一下不小心摸到怎么办，不行，这样很注意耶，你等一下要吃饭，角度好刁钻哦，这是眼睛吗？辣椒哦，完了，嘴唇好粗哦，中毒了，是香肠嘴。你刚刚是怎样突然断水吗？对啊，我觉得没有摇匀诶，还好啦，还好啦，这个还行，只是有点歪边。哇，你要放一个小时了，还有出马克笔，就是你可以直接用笔来画，持续的时间也是大概2周，18到20天。他有出那个刺青贴纸。感觉还是应该买刺青，感觉刺青比较帅，比较可靠哎。第一次感觉可以刺你想要的图案啊，屌吗？是的，我们一本放在家里，万一有小朋友，真的还是几百的朋友。隔天早上起来就发现自己脸上有一个雕 ，real tattoo， 脸上有太深的刺青。This is a real tattoo。哇，你这样一直翘脚趾，很疯啊。反正最近都戴着口罩，感觉刺脸上也还好。买啦。飞春剑心的掌十字架，回电、欸！你忘记了是不是？只是让你小指干脆今天冲掉好了，晚点再来弄吧。你先去冲，干这个超容易不小心碰到的啦。就这样，哦，这个笑脸感觉比较完整。你就这个啊，这个、啊。哇，哥，我想到的烟灰缸来，一般刺青不都边抽烟吗？感觉很痛。哇，我太专业了吧，史莱姆。还是你要小臂也可以啊，要不要我贴胶布贴起来？Iverson 的那个护臂，差不多凉了。OK， 开工。我去拿烟灰缸，你拿个什么抹布咬在嘴里好了，又不是发子弹，要不然就学关公边下棋刮骨疗毒，我可以边玩马娘，开始哦，哦，开始叫，啊不要动不要动，手机又不要收缩，看你戴口罩感觉蛮专业的，专业的刺青师，这部影片感觉要被刺青师点爆倒赞，哎呦，好像不错哦，那个歪上面那一坨会不会太大？没有没有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没有痛，我痛，哎，很难哎，哎，写字不要歪就已经很困难了。你刚用是用清水就洗掉了？对，拖一下就可以了。最难的部分，打叉，经过这个点。看到吗？8:15，我要挂机到9:15，还是要再来刺个什么啊？你要刺啥？你在这里抽烟哦，好臭！你刚才刺青很痛，很痛吗？开玩笑，我在模拟揣摩刺青的心境。你同样的力道啊，你这样子挤过去，它有可能就是会有一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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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我们先练习，先练习一下。
我今天在自己手上练习。我看你的手臂。哇！就这样笑。不要碰啊！不要碰到。就这样笑。因为你拿圆珠笔都画很累，我可能没办法。真的啊？没差，一个月就掉了。人体实验。20天，3个礼拜。3个月吗？8到18。那这个时候我要打个喷嚏，你就去了。有一只眼睛现在要刺到大拇指那边，哦，嘴巴裂上去了，那你牙齿会多点锯齿啊？对呀。啊，再来就像是撒那个热狗的酱吧。Okay, 有欸，好像有欸，很小欸，我直接哎。哦，好像可以哦。哦，完了，你不要让自己折。你确定吗？你确定可以吗？你摸着良心哦。你手在抖欸，你手在抖欸，那你手不要抽那么多烟，你不听的。哦，好来哦。完了。怎么挤出来的有点就是透明的、啊？你这也太难了啊！分笑分笑，我要修补一下。应该还好吧？但好像我在别人在动死。或者是低头看鸟鸟的感觉。你也可以再修改一下吧。不要再修改了。我要变成富士山。星星是刚又补的。电视。PlayStation。那干秀你好淡哦。对呀。这个是手收。3D2Y， 突破2天之后的那个香巴拉岛舰，还是什么什么岛？香波拉岛？泡泡岛？泡泡岛？大拇指，赞赞！还有那个腹肌，这腹肌有点小。还有这个超淡的星星，看这个无敌星哎，妈的淡到爆！然后这个是暂停嘛？暂停。两条钢灯。啊！我放这里手要压到，我放要硬到你手上。哇，这个应该很深哦。那事情也结束了。会上瘾，讲的跟真的一样。昨天礼拜五跟我表弟又补了一些这个播放按键，暂停下一步，然后播放上一步。打草稿的话，它颜色会比较深，看起来比较深。先用圆珠笔打草稿，它会看起来很淡。这个就是有先用圆珠笔打草稿。我脚上原本那个无敌星也是有用圆珠笔打草稿，昨天又补了一下，变很深，隐约可以看到无敌星的笔。这怎么像麦克笔画的、啊？感觉这个比较适合想刺青，可是又还没考虑清楚的人。
可以先买来玩玩，买来试试。啊，或者是你很怕痛，你可以先体验一下看看。那当然，只是它这个其实没有很好滑，你墨水如果挤得不均匀，它就会看起来有点抖抖的，就是有粗有细这样。那我下次买麦克笔来试试看啊。还有那个什么转印纸啊，像人家刺青在用的，就你可以先转印到你的身上，你再照着上面抹，还蛮好玩的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就你现在就这样。